唱哎、欸，所以桃园人很爱唱歌，是不是？唱我的歌很会讲话。好，就是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桃园唱歌，给大家听这次的那个主题很有趣，叫做摇滚绕境。然后其实我这几天啊，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里面就有收到很多私讯啊，那个娃娃，请问你是几点要上台哈、啊？娃娃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来啊？就很多人都在问我希望他们那些写私信给我的人，现在都应该有在台下看我。你们今天有开心吗？有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好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很开心，那个不开心的就是也不敢讲没有。他不敢，因为他就不开心。所以我接下来要唱这首歌，就是要买那些不快乐的人。就这么大声的意思是想跟着唱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一个大型 KTV 版好了。买